上课开小差，你对得起你爹爹吗？到南京时，有朋友约去油罐，勾留了一日，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，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车北去，徐天秀，你站起来。 站到外面去。老师，我不看了。不看了，你站到外面去。等你什么时候看够了，不想看了，再换上课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父亲因为事忙。本已说定不送我。本已说定不送我。 今朝这里要烧个鸡粉呢，差米还不行呢。这生意的哦，那徐干要干姑娘了。
这不是还洗吗？午休，有事洗嘞。那是刘奶奶给做个媒吧？哎。俺爹刘奶奶给你做个媒了。你可能会做吗？你刚才是话是么呀？我说你刘奶奶跟我请个女的。你那里才办年纪嘞？你要办了，我才才都没有。你刚刚给你了，叫我就我是谁的女娃。 要个女的就摆一个女的。这就乱七八糟个东西，你找个地方靠那个。从树上扛过。什么树啊？反正就是从树上扛过嘛。秀秀，这个跟你说话不容易，有些乱七八糟个东西，你别乱扛嘞，你要洗。我把它洗了，都是散碎了。是散洗啊，不洗啊？ 你个乱七八糟个东西，到底是哪个树洞扛的去？那是从树上扛过，修好了是干活。俺们不会吧？老师傅给你讲汉子话，这个是。不好看，那是我们课呀。什么课呀？生物课。生物课是干什么呀？就是讲人体器官、结构还有身体的嘛。不行，就骂老师了。 天生我那也不乐意，天生我们也不爽快。搿逢年纪的地，好个不晓得牛牛两个本事，过年就牛牛这个么也生了小孩，恐怕是一个称职了。哎，其实地方饭也不好吃呀。前，从门口冒个的菠萝干来，就把这个萝卜跟片的泡子，就要拍这个萝卜。昨天我个靠着那个又菠萝干来，结果媳妇的也是用两分多看着我生的，很怒啊！和这个事，哦，又跟片的我萝卜。 还要封闭这个萝卜包子啊！还要把包起身的滴滴淋淋的。哥哥，今天放心，俺们的婚事只需要你签个协议，以后事情不要你操心。那个妹子个事，你晓得了，哪？不要你操心。要得，你要十二块吗？啊，你先休息了，俺回去哈。嗯。我好了，咋了？好，这个事我也考虑的。 小小啊，明天书本不来怎么样？现在放学了。工作课我就搞了。爹打着呢。妈。俺爹的么子呢？干嘛？你今天早起我就搞了，跟着爹的做起事了。看到爹的几个爹呢？又做爹了，又做娘。刘奶奶，你能不能帮我请个年呢？ 就是为这个事那个，是你爹讲那个，爹起来这个事吧。你那我也去搞，叫那爹的来，这个事弟弟你做的没得准。我弟弟起不来呀。起不来这个事就不好我了，那我就搞了。你就帮帮我嘛。 你要帮侬，你爹爹是比较好的嘛呢？我会要盼宝宝。什么的方法？反正我会要盼宝宝嘛。要得。那我也去搞，请你爹爹要着钱再来我了。那去那个怎么的？我去搞嘛。
毛花呀，毛花为什么不行啊？我生人了。我过呀。六年级。真是毛呀？我生人六年级跟我亲个人。爹爹不是跟你玩过吗？爹爹不想找嘛？你不是爱我噻？你个妹的脾气可小火呀？平常陪你对着爹爱我小苗嘞。爹爹凶嘛，掏不起嘛？就是我是俺爷个人。 你家把我养歪了，一生就丢下来个。我晓得，晓得你老生呢？就是上了你家办些个年的嘛。俺女个叫桂兰，今年36岁，一个老公哎，一年前到外边去打工，上老的大子房来，辞职，生着一个妹呢。桂兰年轻的时候呢，是个好姑娘。 穷家都落魄的嘞，多得很，太紧养出个，把几个的屋看到几户子，一弄好个女个，也在等人啊。七老子，真是的，前世修了个福气嘞。你要拿来不孝了，差不多的硬事情吧。订了好个机会，不好我都不玩，不立个成就没分个钱。你再看我那个搞的看，穷样子。 乱七八糟的，这是有一个女的来帮人哎，看你把搞的呢，把那光光净净的。以前没你洗，花了钱那个吃苦受累，那不乱我老婆。现在没你孩子，你要应该为你自己呢，做好想。没你个时候四十七八年吧，这都2岁都过去了。 给些事，免得晓得你脸上。春秀个成绩才放在一直很好个，都是傍着个签证名。要是写不分信，瓜嘞，考起太合适没用好问题。但是现在我发现，经常有些分信。那么嘞，今朝把你叫来，最主要的目的嘞，就是希望嘞，他能够理解到，春秀写这微信的是分信。还有一些事，现在配合已经一个多月了，春秀复查费到现在还没搞。 缺好些了，这次申请给你没搞，那你好多跟我娃的希望，全球能够尽快给搞出来。如果才评审的，他还不能搞过，那么只有确切退货了。来，给你接你。
生子跟着我是那小王嘛，这小娃子，那是要好的小孩，也是那辈子是小媳妇娘吧，要嫁个没有嫁个，要活个没有活个，跟别个今天虚，看这个弟弟你不念书没出息，你也不想学，就跟着你用个了，你是昨天的老女。 一旦环境给个适应，我供销不足，还有你自身，因为新房不新房了。你看我这个院子里还今天放亏钱呀？再个说我娘没跟别人我死我的呢。该是做的，像那个卖这的那个情况哎，啷个做的个也差不多的了。你那个找他怎么乱做啊？就是要掉田了累皮的了，晓得吧？你家厂长，嗯，林家和厂长哪个长？ 嗯，我叫陈小，陈那个陈小，那个小，你是不是没个？是。那是几个？你几月份的？就两个。我上也宴请过，我比你看，我反正可以做姐妹的。嗯，我是王才一个五年后出房跟哥哥姐妹。你不愿意每个人过都帮我弟弟？愿意。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？ 俺老高高兴，我看到叫了俺瞧也不高兴。那个给你呢，俺吃也，真是该都该不到。要是你问不得言外爷，那就该也。我屋里有三个人，告诉你个妹呢，十五个人呢，也喊我给你一只，你可怜呢。 要是你很会呀，你还来得及。真正的，你娃娃说的怎么用啊？不管怎么用，用的你啥可以，就是太轻不行。哎，你娘啊，十几二十个那个米饭发条上干是。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是娘想干你的，俺不得为着你。我不要你，俺也不要叫平娇爹爹。
阿婆好低哦，你跟我爬吗？阿婶，你滚，你滚呐，他是小姨长船的。 你不怕老婆生气？酒，喂酒，喂酒给老婆生气哦。那给老婆生是不是？那老婆是老婆的猴子。这人都安到起啊？老婆，那些人娃就要送了啊，那硬了，搞你搞个什么酒局啊？身上家身上没有油不行。那些人啦？我想要改走。真改呀？真改走。你老婆想你改个吧？不是，是他自己要改个。 你老婆想你改个吧？不是，是他自己要改个。你不晓得你老婆不想改？那晓得是为了你老婆，那早就劝你去一个了，你就是不听了，咋没得孩子应个了？现在晓得有个女的好了，不想要好哦，丢个好身体啊，好你想想想啥子？ 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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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
好久都聊下来了。哎，你们俩还在吃啥呢？啥嘛，我们没吃的嘛。弟弟，我等你来再吃。吃嘛，吃的在做作业嘛。恁先吃嘛。你的吃了，待会饭菜都拿进去嘞。 你答应俺一件事行不行了？你完了。俺想到盖丰去一趟，买一只小鸡啊。屋里也不是空的，这小鸡啊。俺想多养一条啊，现在给猪留一种子蛋。你要照顾娘啊，要照顾孩子，怕的你忙不过来哟。哎呀，一条还不是养，两条还不是养，再我也不要了，什么事？ 好，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请同学们回去以后以我的父亲为题写一篇作文，下课。 真的，鸭子，把桌子搬进去坐，那我按住啊！你怎么回事？连题目都分不清。站好，老师问你话了。你知道老师出的题目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那你写的是什么？ 你连父母都分不清，让你感激偏得赶鸭，为什么？没有爹爹。每个人都有爹爹，你怎么会没有呢？我爹爹死了。你娘不是又改嫁了吗？我是我爹爹。现在我给大家朗读一篇作文，这是我们班徐春秀同学写的，老师给这篇作文打了满分。 我的父亲，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阳光洒满教室，老师手拿课本站在讲台上，一遍一遍地领着我们朗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这是一篇写父亲的散文，许多年来感动过无数的读者，我却没有被这篇课文所吸引。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窗外，父亲这么多年。 为了我的确牺牲了很多，我决心要替父亲做媒。放学后，我没有回家，我来到了娘的坟前，我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缠绵在地下的娘。
哇，什么四个小高兴了？谢谢我小子作文了，小孩子啊，给你当本子分的。哦。真真呐，把你考试个作文了，拿来把两筐哈子不啦？什么作文呢？ 孩子，我可是我一个。
你不是干这些吗？你又下去了是？ 哎呀！
爹给你们的麻烦不麻烦了？已经走的就是同桌，要到另外一个人公司。对呀，奶奶，今天的事情不要讲太多话了。啊，可以只跟一些玩的没得的意思都跟你玩。意思啊，一定还是已经搞太贵了。他跟我嘞，你在你们的身体干啥作用嘞？我不管好不的，就是以后就是没得事，那不要来管我了。嗯，我晓得。过去了，喊完女保安，喊头好很早哦，是君子挑衅不学的。是的吗？好香啊！你不要管俺了，你做你的事了。你又搞到的啊？我都亏着的呀。那你给拿来了。等下你被蒙进下药了，我自己来。你是怕什么？我这么有油还是要钱的？把个油给我干起来，不要再弄那些管了。不过俺不想这个啊。不行，给我洗下肉下去个。他实在是太好整了哎。你别玩，老头坟上你回头个，你不能心软，你心软个个人花个那力气去拍飞个，再让我还有千个老小，怎么能顾着你个小孩呢？哎呀，我还有个消息告诉你，从你身上逃走的，说你被骗了，今天在熊河子一条范围，发票我给你带过来子，明天到熊医院去给你补充进去。小林头，多呀！他的一个女儿同学找了点，不是买个面的，是个小苦啊。可是老爷我买的啊，面就说成个。你看还是一面了。你不一面，以后怎么买的？你有那个喜事啊？你外甥看看了，他是性格啊，你难逃啊。他不喝的，不喝的，小林哥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天那三种娃呀，一个火车一条啊，又拿了个行政菜。
眼光真好，你这今天工作这有心的意思。穿的五十件肯定好看。几钱呐？一个便宜，打五折了，50块钱。太贵了，一个好贵。摸看了，摸看，摸看了，这就好哎。那个三种都没有。三种全都是吗？你更记不到了，今年流行嘛了，肯定是流行嘛里面的就贵了。12个了。这个白要。那一件嘛，看看这。第一件更贵嘞。你送了个小鬼呀？哎，鬼呀！我昨天中庭呢，想找你送了不是罗皮子。你不叫人做师兄，叫人做客群吗？先生啊，见到大街上小姐。你也在街上小姐？哎。那个你做什么？在那等人，看看嘛，就是没来了给你。看一下那沙发都磨呀，在屋里再看也不硬了。都看一些，反正屋里你要收个。我怎么觉得那个经理有些怪异，有时看山，有时修房子。嘛，那就不是多看得起来修这个屋顶。我还是觉得你怪异。Thank you.
各种不行，也必须改不去，要定期检查，要按时下药。那个饭已经很严重，癌细胞已经扩散了。他过了几段时间呢？一般的话吊三个月，要是配合吃药的话呢，可能时间会得超些。
实话呀，你看老师来起那个，他需要休假就会好。老师不怕死，老师这以后让大家瞧准了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你放心了，教练是你们的还是哪个美女？你不很瞧准吗？我不会很了。我从来都没教过你这弟弟。哎，这需要你都就认识了，学会教我。哎，我怕老师碰不得你。我走了以后，我比较瞧准了，不想联系了。碰了你这天这个事，走不破破。你过年你经常联系还是啷个？不要啊呀，你会好个，你会好个。不，年轻要大人啦、啊，我晓得你身体也不好。我走了以后，你还照顾好你自己。前些个爹的真是长恶，打着就是两十光棍的，接着钉子混，他是讨个当面棍。听得我怪那用的是那劲，直光来，搞不那个时候就不上去。怪那搞的前些个爹的，我前些个爹的气息凶暴，都是用过，都是为着性命。哎，你倒是明了，本来搞的就抢我，还整我这个头来，以后我要不晓得前些个爹的，你是混的不好。前些个爹的快要被熏着，还有两个弟弟呢，只能生一个，你也需要，你都掺和我什么呢？
你要是能跟你过年休，爹的小的，娘多凶呀！娘成绩都好，爹的命跟不起娘年休。我听你一个。爹的小的，啥文章呢？都是爹的个妹呢。叫你好过年不休了，爹都杀不得。 这两个头呢，一个是横头，一个是网头，好个表的横头，好个凶的。你是佳佳，你家妹子先抓了。来，使点你个运气了。来，使点你个运气了。 快起来，小红要迟到了，快洗澡。小红要迟到了，快起来。
家跟你妈咋去的不？三四，一半。